小编这次远赴韩国首尔，会见亚洲最红的网红们。网络众高手们云集，不知道他们最期待见到的又会是谁呢？哥，快点回来！我们 Peter 大叔就是先跟他拍一个合照。PPAP 当然是看到现场的 PPAP。最期待是 Tico Daro。Tico 大叔的魅力果然不同凡响啊！一登场就被一大片人团团围住，大家都抢着跟这位世界级的大红人同框合照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投诉他想拍却拍不到啊！我很想要跟他自拍，可是一直被挤击。我那么重的人呢、啊？我那么重的人呢、啊？我看被人家挤出去，我觉得你看，可见是有多少个人在旁边。所以，车子先生 ，Where are you？ 别难过，小编已经帮你找到合照啦。虽然间隔了很多的人啦，小编也想要合照，报道。